大家好，又到了 Costco 广告更新时间，这次优惠时间还是两周，优惠期到11月8日，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挑选了。我去的 Richmond 店也额外推出了一些特价品，节目本来就是以商品介绍为主，对一些特价品就一并介绍了。周一进 Costco 最大的感受是，收银处的员工全部戴上了统一的防护手套，连门口验票员工也戴上了手套。对于目前的疫情，已经没有人敢掉以轻心了。十点钟走出超市，门外已经开始限制人流，大家外出一定要格外小心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周有什么特价品。滚动粘毛器，原价11块9毛9减4块，现价7块9毛9，五套装，采用 3M 粘合剂，轻松粘除衣物上的毛发碎屑，适用棉质、绒质、毛料衣物，也适用于宠物毛发及包包。来回滚动，只粘污垢，不伤衣料，也可清理沙发、枕头、床单等。将最上层的保护膜撕开即可使用，使用后再将保护膜贴回，小小方便，居家必备。静电除尘掸子，原价19块9毛9减4块，现价15块9毛9，28套装，由掸子和手柄组成，相当我们熟知的鸡毛掸，是特殊涂料的纤维制成，贴住的灰尘不会像鸡毛掸那样随风飘动，即使在狭窄的空间也能轻易地锁住灰尘，非常适合电子产品、家具、百叶窗、吊扇等的除尘，也是清洁汽车内饰的好帮手。它的使用非常简单，把手柄和白色插头部分相连，旋转到听到咔嗒声表示已经扣紧，掸子上下抖动呈松散状态，把手柄的插头部分插入掸头的白色套筒中就可以使用了。新秀丽硬边行李箱，原价189块9毛9减40块，现价149块9毛9，一大一小两个装，大的26寸，小的21寸。这款新秀丽超轻系列行李箱，流线型时尚设计，百分百 PC 材质，良好的耐冲击和抗压性能，尼龙衬里，箱身表面采用独特的条纹设计，轻量级的斜面合金拉手，是个微调控制万向轮，便于使用，抗暴力破坏拉链设计，安全可靠，箱包内有交叉绑带，可保护行李在颠簸的旅途中不受损害，配备 TSA 海关锁。光疗灯，原价79块9毛9减20块，现价59块9毛9。阳光是健康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成分，特别是到了冬天，许多人没有得到所需的阳光。光疗灯通过发出模仿阳光的明亮光线，将室外的阳光安全地带入室内，重点是这样的光线没有紫外线，健康舒适。运用 LED 技术，有三种不同的亮度级别，触摸式选择白色到暖白色的色温，增加舒适度，平板电脑的大小，方便携带，现代健康生活的一种选择。飞利浦仿日出唤醒灯，原价99块9毛9减20块，现价79块9毛9。冬天昏暗的天空，起床是不是很困难？试试这款飞利浦唤醒灯，它能够模仿夏天清晨的阳光，通过逐渐增强的亮光，轻柔地让你自然醒来。除了带有自然鸟鸣唤醒器，还支持自动开启电台广播， LED 屏幕
可以方便操控音量大小、屏幕亮度，晚上可以作为床头灯使用，它也成了闹钟、灯光、收音机的完美组合。天然燕麦沐浴露，原价17.99元，减4.5元，现价13.49元。无香宝石沐浴露，含天然胶状燕麦精华，以柔滑肌肤而闻名，柔和天然油脂和润肤成分，有效地补充肌肤水分，特别的温和，配合乳状沐浴液泡沫，可轻柔地洁肤爽肤，能明显感觉到肌肤爽洁滋润，提供全天24小时滋润保湿。喷雾式洗碗液，原价11.49元，减2.5元，现价8.99元。这款喷雾式洗碗液含有强效去除油脂成分，喷雾一到就能消除污垢油腻，连续喷雾可大面积清洁，特有抗油脂能力，可以驱除油腻的残渣，让碗盘闪闪发光。纯冲洗配方，一下就能冲洗得干干净净，清洗后的碗碟气味清新，喷壶可以重复使用。天然维生素冲剂，原价25.99元，减6元，现价19.99元，90袋装。维生素 C 加上24种矿物质和维他命 B 群组成，可以增强人体能量，补充人体因流汗而流失的电解质，促进身体内代谢和排毒。粉剂袋装，香橙口味，采用泡腾技术，加入水中即可迅速溶解，无需搅拌，提高免疫力，预防感冒。免疫加能量的配方，为健康加分，是家庭必备的良药。长效维生素 C， 原价18.99元，减6元，现价12.99元。这款维生素 C 是非转基因食品，提供了一种方便且对胃温和的方式。配方包括的元素，帮助维生素 C 的吸收和额外的抗氧化剂支持，有助于维持最佳维生素 C 水平，可以与食物一起服用，提供日常免疫支持和抗氧化保护，保护骨骼、牙齿、牙龈和皮肤的健康，方便的软胶囊形式，易于服用。意大利面酱，原价11.99元，减3元，现价8.99元，3瓶装。喜欢吃意大利面吗？烫好的意大利面加上调配好的意大利面酱汁，就可以直接享用了，简单又方便。这个面酱以有机番茄为主，配有大蒜、牛肉等，打开后保持冷藏，最好在3-4天内吃完。金鱼饼干，原价10.89元，减2.4元，现价8.49元。有机奶酪饼干，这款饼干有个爱心故事。这家农场主妇的儿子因为对防腐剂过敏，在市面上买不到能吃的烘焙品，为了儿子，他历经尝试，终于制成这款全天然的美味全麦饼干。饼干造型可爱，酥脆滋味，甜而不腻，一旦吃起来意犹未尽，小孩尽可放心食用，倒入鲜奶中混合，还可以称为早餐。好，这期就介绍到这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订阅，下期再见。